有见过呀？你想拍吗？啊，可是他特殊，没去过。哦，刚刚有都拿了，是不是？이거떠야돼떠야돼좋았어我以为还要再拍一次。자저희가이렇게오랜만에이제대만에와서팬콘서트를마무리를다했는데我们时隔这么久来到台北，然后现在差不多接近尾声了。이제마지막곡을남겨두고있어요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首歌了。어떻게怎么样？한번씩각자한마디씩할까요한마디씩할까요那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一句话好吗？뭐일단저부터那就我先来。저희요즘최근에이제저희가이렇게공연한게마카오가있었죠마카오가있고我们最近有这样表演的是有澳门어쩌다가지나가다가저희무대하는영상들보면기분이되게이상해요其实有时候这样经过的时候看到我们表演的影片啊其实感觉有点还蛮妙的그래서되게빨리오고싶었어요所以呢其实很想要赶快来这里근데너무행복하게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谢谢你们让我们这么的幸福저희다른멤버들과함께또다시돌아오겠습니다我们呢会跟其他的成员们会一起再回来마지막으로소리한번질러줄수있어요最后你们可以再次的尖叫声吗오늘다재밌었어요今天你们还开心吗저도진짜너무재밌었고今天我也是很开心여기써있는말처럼就像这上面写的一样여러분들을앞으로도지켜줄수있도록또열심히하겠습니다我会更努力然后可以能够守护各位的오늘최고였어요今天最棒了네저도오늘너무재밌었습니다今天我也是很开心的너무재밌었고很开心무대를할수있으면되게감사함을많이느끼는것같습니다我非常的感恩可以表演항상겸손하게열심히준비해서열심히살아가는청년이되도록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我会很谦虚的每天都在谦以谦虚的心做准备然后呢会努力的活下去的青年샤리네일단오늘너무재밌었고감사했습니다今天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谢谢大家네그리고정말지금제눈에보이는모습이평생잊혀지지않을것같습니다我相信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现在我映入眼帘的这些的画面소중한추억으로간직하고앞으로한발한발더걸어가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这些是我最珍贵的回忆我会以后也是会一步一步往前进的谢谢저희가지금사실개인활동이굉장히또이렇게멤버들이왕성하게또활동을많이하고있습니다其实我们成员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活动저는사실제가중요하게생각하는거는다섯명이서있을때뭔가그런시너지가더나야된다고생각을하고열심히좀하자라고좀제가얘기를많이하는것같거든요할때는其实我觉得我比较重要的是当我们五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要有更多的那种的成效出来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再努力一点뭔가오늘오신분들한테도물론너무나도감사를드리고요일단은뭐주호태양이뭐영균이찬이다섯명저희다섯명다더열심히몸부셔서할테니까요앞으로도많은사랑주시면감사할것같습니다열심히할게요当然我们也是很谢谢今天来到我们这里的粉丝们但是我们五个人以后呢也是会很努力很努力让自己粉身碎骨一样然后就是很努力的这样子所以呢请大家以后也要多多的支持我们哦저희가뒤에서이제마지막 노래를준비하면서들은건오늘이라서를여러분들이같이불러주셨잖아요我们在刚刚在后面的时候你们不是有唱歌吗那首歌就是因为是今天对吧맞아맞아근데들으면서우리아홉명이부르는오늘이라서도좋지만여러분들이불러주신오늘이라서가더좋게느껴졌습니다저는我刚刚听到那首歌以后啊我觉得我们九个人唱的因为是今天这首歌虽然好听但是你们唱的这首歌更好听자그런김에이제저희진짜마지막곡나왔는데여러분마지막으로놀준비됐어요我们现在真的只剩下最后一首歌了你们准备好要玩了吗자그럼다같이일어서서